回来了。啊。给我吧。我来吧。我来。大洋咋的了？这是我给你那房子。嗯。说是去一两天，你这一去就五六天，正赶上闹圈的时候，天天都有人来找你。谁找也不去，还得歇几天。咋把大洋累成这样？狗东西，圈那个生产队长气死我了。这怎么还骂上人了？咱这活糙点，说话不能糙啊。你都不知道他有多气人。没事儿，我看大洋气色没事儿。要吃几副了？五副，这最后一副了。这药挺贵的，哪来钱啊？他们赔我的。哦，没事儿。我看大洋那鼻孔湿乎的，脖筋绷得挺粗的，吃草那小牙啊嚼得也挺均匀，那尾巴摇得也挺有劲儿的。没事儿，吃了这副药就能好了。但愿吧。李硕，哎，郑硕，这爷俩干啥呢？大洋马咋的了？没事，春天火大，给他去去火。这家伙伺候的比孩子还上心。英子，这些日子上哪儿去了？三队有一马闹圈啊，找你两天了。英子去城里，给他抓点去火的药。你干啥去？这不是这两天我们那头闹鸡瘟吗？早上我一瞅啊，我们家俩小母鸡打蔫，我就给剁了。寻思着大春头的青黄不接的，叫双啊过去拉拉柴。小鸡儿打蔫儿，那得把血控干净了啊，控不干净了不好。控了控了，这脑袋一剁，我拎着鸡腿控得干干净净的。小鸡儿退了没啥毛病，肉皮黄硬的，一点都不紫。哦，那还行。怎么着，叔，一会儿上我那喝两盅吗？不了不了，你忙你的吧。嘿，那我就以食为食了啊。嗯嗯。哎呀，这大洋马伺候的溜光水滑的。好了，行了吧？啊，行了。你看这马跑得多有劲儿啊！这事儿了，走吧，进屋去吧，爷看看你脚。啊，看脚干啥呀？你一走一瘸的，爷早就看出来了。你快进来吧。啥都瞒不过你。刘叔来了。在家呢。啊。洗什么呢？哦，我把我妈以前旧如丹洗洗。啊，刘主任来了。哎，快坐吧。哎，好好好。双儿啊，哎，给你刘叔倒点水啊。得了，甭忙活了，我上队里啊，看你没在，寻思着得有啥事儿，我就过来看看。哦，那个昨天晚上拢账来着，我寻思今天晚点去呢。您喝水。哎，没事，拢账也是工作，今儿就甭去了。赏我上我那儿吃去啊！我今儿早晨呢剁了两只小母鸡，大壮下地，这个让我来告诉你。行，这正下蛋的鸡，你怎么剁吧啦？这不是那院老姚家闹瘟鸡吗？我早上一瞅，我们家有两只也打蔫儿，我寻思着别再把别的给扑棱了，就给剁了吧。也是，那玩意儿啊，扑棱得快。是，我寻思着给你也提了一只来，可那玩意儿有病。怕你闲乎，嗨，就那点玩意儿啊，你们自己啊啃不了算了。双儿啊，哎，你晌午过去吧。妈，我要去。你去干什么呀？我要去踢球。哎呦，这馋嘴猫！哎呀妈呀，这小丫头啊，耳朵够尖的。那啥，要不介意就带她去吧。大春头子的，拉拉馋。这小鸡儿啊，我血放得干净，肉皮子黄硬着呢。应该没问题。行了，那我走了。啊，那院英姿走了有些日子了吧？没在家吗？不是，我瞅见她回来了。这些日子她上哪儿去了？挺多人找她的。不知道，这不让二闹的吗？我们不咋来往。孩子是孩子，买卖不成仁义在。关键是呢，邻居住着，该走动的还得走动着。那是那是。我走了啊！哎，
慢走啊。川儿，赏过去啊。哎，你慢走啊。哎，你看见没有？这血呀，顺着蚂蚁就流下来了，过上就好了。真厉害，爷啥都会。我们年轻的时候脚打泡都这么扎骨，好使。看的多了，这会的就多了。你先别穿袜子，叫它晾一会儿，晾一会儿。没事。爷，你给我讲讲你年轻前赶大车走南闯北的事儿呗。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。反正这旧社会啊，你给地主扛活，尤其是赶大车，那你手上的活得好。手上活不好，那第二条啊，你得胆大，胆子小了你做不成事儿。第三条呢，就是你得讲义气。有了这三条，你就立住脚了，讲话了，连胡子都得让你三分的。爷爷年轻的时候啊，不管多犟点儿马子，爷爷都敢骑。那马要是毛了不是毛，我咔咔两鞭子，准制服他。爷爷鞭子有准头，全县知名的。说打他马耳朵，啪，就是马耳朵；说打你马鼻子，啪，就是马鼻子。什么样的牲口在我手里，那都溜溜的。有一回啊，叫胡子给圈起来，给他们拉脚。一进山里，我就看着立陡立矮的山顶上，长了一棵山里红树。那山里红长得那个密实，红霞霞的。这帮胡子就打赌，看谁能把这山里红弄下来。那谁敢呢？掉下来就没命了。他们打赌，我没这事儿。等我那挂了马车，顺着坡上去了，到了树底下，我那挂车是三挂的，鞭杆子长，我站在车辕子上，啪啪啪，几鞭子下去，那山里红就像冰雹子似的，哗哗的往下落。你再抬头往上一看，连个红点你都看不着了，这帮胡子全看傻了。那胡子头报号黑瞎子，当时就穿着我挂住。啥玩意儿？挂住就是让我加入他们那伙儿呗。我说啥没干，临下山了，给了我两块大洋。你说那时候，谁敢从胡子手里挣钱呢？爷爷是关东山第一号，把胡子钱给挣来了。爷，你真厉害。没啥味儿，你尝尝，我尝尝，来尝尝。还行，有点苦。那你们不也喝迷糊了？傻娘们，我们喝白的呀。端上去之前再摇晃摇晃啊！爷，你年轻时候可真够厉害的哈！好汉不提当年勇啊！嘿嘿，爷可不像你那么傻。你说这么大牲口，你说你那药箱放他身上像落个灰似的，还用你背他200里路啊？那我不是看他怪可怜的吗？笨是笨点儿，这股实惠劲儿啊，爷是真喜欢。人得心善呐，好人有好报，这话不白说。你走了五六天吧？啊，我怕大羊累着，就一直牵着他走的。遇到有好的草地，我就让他停下来啃两口。这二啊，把我孙女弄得五迷三道的。别提他啊。咋的？又崩了？没有。那说说呗。你记得那个软弱水吧？啊。他怀那个孩子吧，是老大的，老二帮他藏起来的。我都想到这步了，是老大的就是对了。二啊，就这点好，心善，他
他要觉得他那事儿做得对吧，他就一直干到底，别人说啥他都不听。咋的？你不会因为这事儿跟他来气吧？信不着他呀？不是，他信不着我。你记得那林玉玉吧？啊，这事儿他告诉他了，没告诉我。那不应该呀、啊，这里边有别的事儿。他俩好上了？谁知道他那烂账？行了，你对这二啊也算是尽了心了，爱咋咋地吧。那阮姑娘咋样啊？那孩子看着吧，就挺连人的，瞅着就让人心疼那模样。那大爷来接他来了，说要去美国，要远走高飞了。哎，爷，你给我那子弹壳放哪儿了？在柜子里呢。咋说说想起他来了？我要给李彪一脸。李彪？啊啊，李科长的儿子。嗯。爷，你教我那两鞭子，这下可派上用场了。有几个小流氓让我光光给削那儿。你去看李科长了？我还救了他一命呢。啊？爷爷。多多。爷爷。多多，干啥去啊？我去吃鸡肉。吃鸡肉。爷，英子姐。哎，串门啊？啊、嗯，咋了？哎。我不干，那我不成牲口了吗？什么牲口？她早晚是你媳妇儿。不行，反正我不干。吵什么呢这儿啊？爸，我妈说要把霜灌多了，完了不是灌，是让她多喝两盅。那多缺德呀！那问题是以后我见着霜咋说话呀？那咋没法说呀？啊，经了这事儿，她就是你的人了。是啊，这夫妻那事儿你不明白。只有那么低了，两个人才不隔心。你说，当年我跟你爸结婚以前，那是没人介绍的，我们俩就见过一面。结婚那天呢，我们俩可像生人似的，连句话都不敢说。等入了洞房，第二天早晨起来，我俩好的就跟一个人似的。那双儿不乐意呢？但等他醒了，你们俩都是一个人了，那不都是一伙的了吗？他哪能不愿意呢？他要不乐意，我可找你们俩算账。嗯，行，不愿意你找我。哎，别呛呛了啊！来了来了啊！大壮，赶紧迎迎去，快去啊！一二，哎呦喂！双儿，来了啊！嗯，收工了啊！好，来来来，那个刘哥抱。我不给你抱。哎呦，有点认生。下来吧，自己玩会儿。去。姐，我闻到香味了。哪有香味啊，小鼻子。刘婶，哎，哎呀，你这小鼻子还真好使唤哈！来，林娘娘，你进屋啊。哎，你下午干啥呀？我在队里头帮老金棍铡草。那你当心点，别铡了手。不能总干。哎，那个今天中午有酒，你少喝点啊。我不喝酒，我不会喝。哟，大壮，你俩跟院子里唠啥呀？上屋唠去吧。刘叔。哎，快的，那个菜呀都好了，一会儿凉了。吃上了，快放下！哎，别管那孩子嘛，啊，哎，今儿给你留了俩鸡大腿，整个囊子一根都没剁啊，够你啃的，啃的真香，乐着了，好吃吧？来喽！哎呀，好，酒来了啊！您这孩子长得真招人稀罕，长大呀也跟你似的，是个大美人。是啊。哎，双儿啊，你还戳着干什么呀？啊，双儿，脱了鞋上炕上炕。哎，上炕上炕，没事，我坐这儿吧，坐这儿挺好的。你让大壮坐边上，你坐多多边上还能照顾照顾多多呢，是吧？来来来，上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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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多多，哎。大壮，给倒上啊，把酒，给双儿倒上酒。那个我不会喝酒。哎呀，大春头子的，整两口呗啊！好不容易有点这荤腥，整两口舒服，滋润着呢。不行，我真不会喝酒。那个，说，我给您买上。哎，行。哎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咱家还有一棒那葡萄酒吧？啊，有啊。哎，酒来呀你。对，我拿去。婶儿，您别忙活，我真给拿去。哎，大壮，你自己倒上啊！哎呀，来了，葡萄酒，给谁买上吧？
让他一会儿跟你喝这葡萄酒吧。哎呀，我可不喝呢，甜不馊的。我来点白的。来，你妈爱喝白的，喝点白的。那个大壮，那你赶紧给双儿买上。哎呀，叔，我真不行。哎，这盖咋不紧呢？啊，都那玩意儿，这酒啊跟糖水似的，甜不死拉的，但是度数不高啊。倒上，倒上。哎，你这，哎，对，满上。行了，行了。哎呀，你得满上啊！你头一回到我们家吃饭是吧？这酒啊没多少度数，你看它才多少度呢呀？九度。你看看啊，这个六碗才顶那个一碗。是，没事儿。满上，满上，满上。啊，行了，太多了。哎，都倒上了啊。那我说两句啊。这个今天呢，是双儿头一回端咱家饭碗，虽然不是正式的哈，但是咱一家人坐在一块儿吃点饭，喝点小酒，那高兴啊！啊，这个问题是呢，万事开头难。双儿啊，往后呢，这我们家你得常走动着，别拘束啊，就把这当自己家一样，有水就喝，有饭就吃，这个有活就干，这才像一家人呢，是吧？行，好，来，那咱们就碰一下吧。嗯，来，怎么喝啊？是，两开。嗯，这不行吧？这有点太多了。哎，我们这白的都没事儿，你这糖水怕什么呀？喝点。哎，来吧，两开啊。来，好，来，两开啊。嗯。好，哎呀，真好啊，实在，这才像我儿媳妇儿呢。哎，你傻笑什么呀？赶紧给双加菜呀！哎呦，不用，给双加菜，我自己来，吃这个，这年不用不用不用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你别装假啊！嗯，行，放心。喏，都，哎，嘿，这怎么能喝？这是酒，你不能喝酒。这多多酒量也挺大的啊！哎呦，这鸡腿没肉了，别啃了，那。鸡腿呢？你在锅里呢？快打球了呀！我去，我去吧。啊，这还一大串呢。哎，大牙，你看这双儿酒没了，倒倒酒，倒酒，满上啊！倒上啊！满上，满上，满上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行。哎，别倒了，比刚才倒的都多了。哎，大壮，那白的还有吧？咱爷俩倒上啊！哦，给我妈去来。不不不，哎，你妈就行，她一会儿还得干活呢。是啊，那个不行，那个要不让婶儿喝吧？一会儿我收拾，没事。哎呀，双儿啊！你收拾你干活那日子，那往后多着呢。今儿你第一次到我们家吃饭是吧？能让你干活呢？来来来，咱爷儿仨啊，哎，喝一个，怎么喝呀？是，要不干了吧就？哎，两开吧。哎呀，这点儿还两开呀？两开吧。你可知道疼媳妇了啊？啊，两开啊。李正阳，下午的演讲你能脱稿吗？哦，没问题，背个熟熟的。别死记硬背啊，你最好能说得生动一些。哎，你就放心吧。下午这次活动啊，其实是我们跟七七届的一场擂台赛，大伙儿可别掉以轻心了啊。曲老师您就放心吧，咱们七八届有周大才子在，肯定能赢他们。哥，周五。你怎么来了？你吃饭了吗？哎，你出来一趟，找那点事儿。啊，那你们先研究着，我出去一下。哎，你们别来了，我们俩有事儿。啊，那你们先聊着啊，一会儿我出去。哎呀，今儿这酒喝的痛快啊！还有没有了？再整点儿。不行了。哎呦，我怎么那么晕啊？没事。这酒啊，一会儿就过劲儿了。哎呀，行了，人家不能喝，还非得喝呀？多多，多多，多多。哎呦，你看这孩子，不单酒量啊，找一枕头什么的，哎，躺会儿就好了。哎，来，来，没事吧？没事儿，这能有啥事儿啊？喝点果子酒，睡会儿就好了。不是我怎么这么迷糊啊？你可能是不是刚才喝猛了？
这种酒啊，刚开始喝的时候头晕，待一会儿就好了。要不你躺一会儿啊，我给你倒杯茶。哎，你看这个这个这说，快说，说，说。哎呀，这药还真好使。啥药啊？妈说呀，这个这酒跟那药酒似的，那味儿有点像，是吧？是啊。大双啊，把双儿背下屋去，拖吧拖吧，让他醒醒酒吧。是啊，快去啊！我不去。你看这完蛋玩意儿的关键时刻，要不我帮你把他背下去。不用你，你要逃婚呀你？什么话？你看你养的这败家玩意儿，你这那什么？你帮大壮，啊，这个把他背下屋去。那被子铺好没有？啊，铺好了。行，大壮，赶紧。说不懂你叫的啊，什么？知道怎么整吧？啊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过几天人就走了。真没想到。没想到什么呀？没想到他没死吧？哎，周文，我真没看出来你这么狠。什么狠啊？他是自己掉下去的，不是我推的。他掉河里去了，你不知道下去救他去啊？我怎么没去救他？你知道我不会游泳，我当时喊了半天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我好不容易找了棒子去捞他，我没捞着他。那这几天呢？啊，都不是这几天的事儿，这么长时间了，你怎么不找他去啊？我上哪儿找？我怎么找？哎，我说周武，你知道信儿，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你知道我最近怎么过的吗？你看我这头发都成把成把往下掉。他恨你，他不让我告诉你。恨我也是应该的，谁让我干了对不起他的事儿呢？不过周武，我得告诉你，我真的不知道当初你对他会有那层意思。我觉得那时候你和李英子的事儿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了。我跟阮若水可是清白的，啥事儿都没有。那就好。你知道吗？这个是让我最近最痛苦的。周武，从小到大，在家里边我让着你，在外边我护着你，可现在，一个上学的事儿，再加上阮若水，我在你面前，真的就不是个人。徐慧敏还劝我，说人总是有私心的，可我怎么都过不了这个坎儿。我可以对别人有私心，可咱们是兄弟。什么意思？阮若水的事儿。许慧敏都知道了，知道。我知道阮若水怀孕以后就跟他摊牌了，我说我要负责任。许慧敏说如果阮若水还爱我，他就退出。可没成想，阮若水后来出事儿了吧？周武，不管怎么说，我都得谢谢你。我做了这么多对不起你的事儿，你还能替我瞒着这事儿，而且还照顾他好几个月，这换了我，我肯定做不出来。真的，周武。我真的佩服你。行了，你就别给我戴高帽了。他这要走了，你打算怎么办啊？我觉得他还是走了好。不是，他现在肚子很大了吧？啊，都六个月了。真可恨。要是他留下来，咱们谁也保护不了他。刚才说的呀，跟林玉说的一样。那要不，走之前你看他眼睛。那林玉说了，他能找着那个宾馆的出入证。不去了吧？那涉外宾馆，你一定管得特别严。你不是也说了吗？他对我误会这么大，他肯定不会见我的。再说了，就是见了面也解释不清楚。即便是解释清楚，我怕要干扰他出国的决心。这机会要错过了，不会再有的。这不仅关系到他，还关系到他肚里的孩子。你说呢？我说什么呀？这是你的事儿，你自己想办法。我只是觉得你的事儿，我应该告诉你。不管怎么说，我都得谢谢你，周武。真的，不管你怎么想我，我都得感谢有你这么个兄弟。行了，咱俩之间就甭说这个。怎么还跟了呀？我走了。哎，他人就这样，他其实不坏。啊，他坏不坏跟我没关系，我走了。哎，周武啊，你替我跟他说声一路平安。我说，这咋我来了，
他还走呢。他下午有课吧？是真有课呀，还是不愿见我呀？为你，我现在是猪八戒照镜子，里外不是人。他来啥事儿啊？他来跟我说阮若水的事儿。他没死。你失望了吗？什么话啊？他来跟我说阮若水要去美国。美国？他怎么去？他大伯来接他，说是要继承什么遗产。真是人不该死就有救。这回一步登天了，什么感想？没什么感想，就是祝福他吧。林玉玉你知道吧？啊，就周五那同学林伯生的闺女，她也要出去了。去哪儿？谁知道，不是美国就日本吧。那这么好的机会你怎么不争取？我怎么没争取？没听你说啊。这事现在还保密呢，不让扩散。可我有可能跟人家争吗？这辈子真倒霉，总是错过最好的机会。不过还好，至少我抓住了你。Thank you.
我渴。多多，答应姐一件事儿行吗？今天的事儿，谁都不许说。行。妈要是问，就说咱们睡着了，醒了就回家了。姐，我跟谁也不说。那个圣经一百年不许变，别你不说话。人从小到大会忘记很多事，可我直到今天仍清晰地记得，在那个春天的井边，我对姐姐周霜所做的承诺。其实那时候我不知道我当时看见的场景是怎么回事，但我却明明白白地知道这件事儿对谁也不能说，永远不能说。那年我才四岁。周文，听说林玉要出国了，不是美国就是日本，你知道吗？多则十年，少则三五年，出国留学也是一种政治资本。哎！哎呦！哎呦！吓我一跳！干什么呀你？哎呀，你怎么那么笨呢？这样不就行了？那这样这不还露一边吧？你傻呀！有人来了，你把书合上，谁还能在你手里抢不成？除非他别有用心。这样。这回了解外边的世界了吧？哎，还真是的，原来真不知道，原来以为只有咱中国才过好日子的。想不想去美国？去当美国大使？我一学护士的。什么大使？移民，像软水一样，去不去？那我怎么移啊？我又没有一个美国爷爷。真的？软水的伯父很感激你对他的帮助，有意资助你去美国留学。别开玩笑啊！我像开玩笑吗？我也没想到阮若水的伯父有这么大的能力。只要你同意，你就是高考恢复以后咱校第一个自费出国的留学生，多牛啊！怎么可能呢？真的，小平同志最近有个讲话，这方面中美交流大门很快就要打开了。这是宾馆的出入证，阮若水的伯父今晚请你吃饭。我还是不去了。为什么？我帮阮若水，又不是为了让他报答我。迂腐，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这么跟你说吧，如果把这机会给我，我什么都愿意抛弃。那是你，你又不是我。不是，你现在这情况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呀？多了，好多都放不下。可别说是因为我，咱俩不可能。那当然不是因为你，也有一部分原因。请进。周五，我找周五。周五啊，周五好像跟林玉出去了。刚才林玉过来找过他。林玉啊，去哪儿了？好像是宾馆吧。啊，谢谢啊。周五，现在你对美国也有了初步的了解。是。再说。你在国内的状况也不太好，
为什么又不跟我侄女一起走了呢？能说说你的理由吗？其实理由挺简单的，我的家在这儿，我妈、我哥还有我弟弟妹妹，他们都在这儿，我不能把他们丢下，我自己去美国享福啊。周五啊，你是不是怕跟我拴在一起啊？你放心，咱俩在一起这么久都没有故事，将来也不会有，而且出国以后我不会纠缠你，我绝对不会纠缠你的。你想多了，不是因为这个，真是因为我的家，我们家的情况你也了解，那个我哥就别提了。你想想我们家，除了我哥，就我哥现在过得还好一点，除了他，我妈、我弟弟、我妹妹，他们过得都不好。你说我能说走就走吗？可你也不是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我呢，不是我妈亲生的。但是，在我知道这事儿之前，我就没感觉我妈对我和对其他的兄弟姐妹有任何两样。这做人不能没良心，更不能忘恩负义。周五，你就算留在这儿，你能为他们做什么呢？我学针灸呢，我得想办法把我妈的病给治好啊。那书上说了，这针灸啊能把我妈的病给治好，而且好多赤脚医生已经有成功的病例了。退一万步讲啊，就算我不能把我妈的病治好，但是我尽力了，我只要尽力了，我就会心安一点。非常好的理由。那好，我们祝你成功。谢谢。我再一次的表示感谢。哎呀，你为我侄女做的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事，所以我们非常感激。您太客气了，我跟阮若水是朋友，那个我相信啊，如果我们俩调换过来，我要发生他这种事儿了，他也一定会帮我的。好，我们举杯。哎，干。干。哎，干杯。干。哎，给他。周五，林雨还没走呢。来，你怎么还没走呢？等你啊。等我干嘛？怎么样，走不走？出国啊？不走。周五，你很了不起。我没觉得我了不起。真的，很少有人能抵得住这种诱惑。当然了，我也希望你以后不会后悔。啊，不会后悔，这你放心吧，肯定不会后悔的。最后问一遍，不是因为我吧？你特希望我因为你？严肃点儿。不是不是，真不是。那我就安心了，我也要走了。也去美国？现在还不知道，也许是日本。日本？也许这一切都要开始改变了，包括你父亲和你的出身也可能会改掉。真的？我不知道，具体的情况还没确定，但有希望，有很大的希望。有希望就好，我就不知道我妈能不能挨到那个时候。哎，你什么时候走啊？明天。明天就走？这么快？抱我一下。啊？没听懂啊，我说抱我一下。在这儿？我家就住宾馆后院，学校有人帮我办手续，我明天一早的火车就不回学校了。保重，到时给我写信。谢谢，再见。再见。我爱你有多深？
旧照片，让记忆回到从前。你的笑是那样的甜，那是相识的第一天。牵手走了好远，走淡了激情与浪漫，有过的时间聚聚散散，才知道你是我注定的缘。翻开旧照片，让记忆回到从前。你的笑是那样的甜，那是相识的第一天。才知道你是我注定的缘。爱不是心跳的每天，情不是细细的一根线。昨天